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隆重欢迎有如台南小鲜肉歌手，有如小姑帽歌手斯拉迪。歌手啊呀呀呀呀，我觉得我今天那个不要脸程度100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在这首歌曲华晨宇的《易燃易爆炸》送给听众朋友们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这首歌曲。